由独立游戏团队所开发制作的模拟游戏新作《生物实验室》，近日呢公开了首支的官方宣传影片。那作品呢是由一个疯狂的科学家，他想要创造异变怪物作为主题。不过现在你听到实验室又有化学实验，你会想到什么啊？在这款 Creature Lab 生物实验室中，玩家们将化身成为疯狂科学家，反复进行各种化学药物的研究，并透过实验来打造出救急的变异种怪物。不过由于背景设定玩家是位非法科学家，所以无法得到任何资金来补助研究，因此各位必须透过像是强盗、杀戮等各种手段来取得实验所需的素材和工具。而在实验的过程中，还必须慎重思考特殊对应策略，例如像是让市民感染病毒，并拖延阻碍军方的调查，才能帮助自己争取时间继续进行实验，制造出更强大的异变生物。目前游戏已在 Steam 上公开页面，对游戏有兴趣的各位，现在就能打下关键字，加入愿望清单喽！